利未记第十九章一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讲：“你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讲，恁要圣洁，因为我耶和华恁的神是圣洁的。恁个人拢要孝敬父母，也要守我的安息日。我是耶和华恁的神。”四节，恁唔通偏向欺负的神。也唔通为家己铸造神像，我是耶和华恁的神。第五节，恁献平安祭予耶和华的时，就献通得到接纳的。这个祭物，就伫献的迄一日，甲第二日食。若有存到第三日的，就得用火烧伊。第三日若搁食的，这就是可恶的，未得到接纳。伊那食的人，的确担当伊的罪业，因为伊亵渎耶和华的圣名，迄个人的确对百姓中间毒。九节，伫恁的地受管五谷，唔通受尽残的骨头，也唔通受所割老的，唔通挽了了葡萄园的果子，也唔通受葡萄园所割老的果子，都留予善良人甲出外人的。我是耶和华恁的神。十一节，恁唔通偷窃，唔通欺骗，也唔通彼此讲白话，唔通记我的名来咒诅，来亵渎你神的名。我是耶和华。十三节，唔通欺负你的厝边，也唔通抢摕伊的米，做工人的工价，唔通伫你遐过暝留到天光。唔通咒骂臭屁人的，也唔通将半骹脚下伫青面人的面前，总得敬畏你的神。我是耶和华。十五节，恁施行审判，唔通无公道，唔通偏好善良人，也唔通看重有势力的人，总得照公义审判你的厝边，唔通伫百姓的中间四界行诽谤人。也唔通甲厝边做对立来害死，我是耶和华。十七节，唔通心内怨恨你的兄弟，总得指责你的厝边，免得因为伊担当罪，唔通报仇，也唔通埋怨你本国的百姓，就疼人亲像家己。我是耶和华。十九节，恁得守我的律例，唔通乎你的精神。甲无同类的交合，唔通用两样掺杂的种子压伫你的地，也唔通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衫穿伫身躯。女婢做人定着，也未受伤得着偷棒。人若敢以惊淫，两人得受刑罚，总唔通将因致死，因为女婢也未得着自由。第一节。彼人就将宝贵实际，就是一只公绵羊，牵到会幕门口，耶和华的面前。这时，就用宝贵实际的羊，在耶和华的面前，属伊所犯的罪，伊的罪就要得到赦免。二三节，恁到迦南地的时，在种各项结果子的树，就得看所结的果子，亲像未受割裂的一样。三年的久，恁得看这个果子，亲像未受割裂，是唔通食的。但第四年所结的果子，拢得做成，用伊来俄罗亚花。到第五年，恁得食迄个树顶的果子，通予树甲恁结较济果子。我是亚花，恁的神。第六节，恁唔通食掺花的蜜，也唔通用法术。也唔通占卜，头壳的周围唔通剃，嘴手的周围也唔通损坏，唔通为死人用刀割身躯，也唔通伫身躯刻花纹。我是耶和华。第九节，唔通凌辱你的查某囝，予伊做娼妓，恐惊地上的人专妄淫乱，地上满满大歹，恁着守我的安息。敬我的圣所，我是耶和华。三十一节，唔通偏向遐高贵的，甲行邪术的，
唔通求问因，你教予因拍拉散。我是耶和华恁的神。三十二节，在白头门的人的面前，你就站起来，也得尊敬老人，搁得尊敬你的神。我是耶和华。三十三节，若有出外人伫恁的所在，甲恁站起，就唔通欺负因。甲恁站起的出外人，恁就看伊亲像本地人一样，也得听因亲像家己，因为恁伫埃及地也做过出外人的。我是耶和华恁的神。三十五节，恁施行审判，唔通无公道，伫笑、亲、声、道，也是安尼。三十六节，得用公道的天平、公道的棒子、公道的声道、公道的亲。我是耶和华恁的神，要将恁对埃及地带出来，恁就接受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。我是耶和华。